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泡芙啊。然后我现在正在北京的科学院。然后本次活动呢是由哔哩哔哩和科学院联手举办。那大家一起跟我来玩吧。里面好多人。超多人。超多人。我今天应该穿送衣来，但是后来想要算了。我们这些人好变态啊！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去，对啊，还挺性感，超感觉。两朵乌云飘来，太无奈，咖啡提壶说自白，否定一拆，打通一地的是否就在宇宙的秘密等你解开。如果你要就一个人然后出门，对，这你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是吧？对，把书包改造。我还蛮想看看他这个黄大门。 Hello， 大家好大家。这不会就是他们平常直播的地方？对，他们直播的地方。对，是的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吃完了饭了，然后即将进入到本次的硬核环节，然后由小哥哥带我们去看物理所的研究设备。据说这里的每一台机器呢都不会低于7位数。那边撒是谁？是小木啊。大哥哥给你礼物。大哥哥带礼物了吗？是鞋，你打开，没空。轮上这个英文，Danger， 危险啊！然后你们可以看这边有一个灯泡，看到了吧？然后它的东西在哪呢？然后上面是一根料棒，下面是一根单晶棒，然后这个光斑是我们聚焦完的。听懂挺简单的嘛，对吧？啊，你们都听懂了吗？其实我刚刚跟你表情是一样，没有假，在这假上听懂了，在那儿听懂表情是这个样子。早上闪人来听完之后说，非常通俗易懂。真的是吗？我说啊，真是学霸。哇，这个哇！是吧？他是怎么画上去的呢？这个图并不是他画的。但是他就看不见了，你为什么我怼上去？这边没有。就如果物理所来参观我们的实验室，如果说让我们只推荐一个人来一个实验室来进行参观的话，那么一定是这个超导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，这个可以说是物理所的王牌研究方向。所以它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知名的，是吗？绝对领先。我们这个呢，主要的特色主要是利用了激光。原来的光源呢，一般用同步辐射或者是一些气体光源。所以激光是跟理化所的一个叫陈昌坚院士他们合作的，弄了一个激光。不一样，你这。10^-11毫吧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只要再给我加，只要再往上面加点蓝灯，立马就是外太空的那种。然后在下面打上那个赛博朋克2046。中二之行就到此结束啦！希望你们看得开心，然后让我们也期待下一次的公众科学日。那科学是个可爱的东西，你们感受到了吗？作品。是否存在宇宙的谜底，等你解开？我不会跳了。
是无需掩盖，热情永远不改，一起创造我们的未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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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